上集讲完兔龙蛇马的朋友仔，今集就轮到羊猴鸡狗的运程。好啦，咁啊嚟到属羊啦噃，属羊嘅朋友仔咧，旧年就呢个桃花生肖啊，咁如果你旧年已经结咗婚啊，打咗头咧，嚟到今年咧，放心，感情咧仍然都系融洽嘅。但系呢个单身者咧，如果你经过成个桃花年，依家都仲系单身嘅话咧，咁你就要好好检讨下自己啦。咁啊，至于今年咧就系呢个太岁三合年，咁啊其实人缘感情运咧都系好嘅，属羊嘅你开心啊，听呢个就喺你嘅财运年啊，除咗属狗系上合生肖之外咧，属羊嘅你都可以话系排第二位噶啦。哇！讲到咁样啊，有你呢个地位提升啊。咁啊，空星方面咧，其實屬羊嘅你反而係十二生肖入面最多嘅噃。咁但係其實都係會令你多少少阻力嘅啫。整體嚟講咧，其實今年咧你都係掂嘅，同埋咧亦都有五鬼呢個小人星啦。咁就會有啲人喺你身邊啊，搞一下啲小動作啊，唔好行差踏錯規矩行事咧。其實佢哋起風波都起唔到啲咩，喐唔到你噶啦。華蓋啊，咁就係呢個藝術孤獨之星。咁啊，藝術創作咧好多時候都係同孤獨相連嘅。咁啊，當然會多靈感啦，但如果唔係的話咧，可能你就會覺得好孤獨啊，唔開心咁樣啦。咁啊，玲玲師傅都有相同見解，就係嗰個畫蓋啊，就係藝術才藝出眾啊，但係就會有啲孤獨。嗰個唐符咧就代表權力同威望啊，新一年領導才能備受賞識啊，不妨喺工作上積極表現自己。五鬼都係啦，疑神疑鬼啦，容易多思多慮啦，但係個浮沉有少少唔同啦。他的意思是熱情冷卻，是感情，哎呀，需要多些時間和另一半維繫感情，也都代表水險，喜歡水上活動的呢就要特別留心了。所以呢整體來說呢有吉星啦，有不俗的發展啦，但是呢始終都未有大財星或者桃花，所以其他範圍就平平穩穩樣啦。李居明師傅了，在他眼中的羊人今次不錯噃，運氣，因為咧佢都有講到話羊人遇見兔咧就係呢個三合啊嘛，咁所以咧就會喺兔年同人相處咧分內融洽，所以人緣運係極佳，脾氣亦都特別好嘅，咁啊冇乜摩擦衝突，佢有五粒大型吉星加持啊，今年會非常之搶風頭，咁啊貴人亦都多啦，咁啊工作事業咧都有望登上另一個高峰，咁啊唯一唔好咧就話空星方面要提醒大家咧有粒白虎啊。咁啊，白虎咧就係除咗招是非咧，亦都會招刀光嘅。咁所以你就要留意呢個身體健康嘅變化啦。事業財運方面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暢旺嘅。咁啊，今年支持者極多啦，交際又好受歡迎啦。咁啊，健康方面咧，只需要多多休息啊，減壓咧，避免呢個心水不靈引發意外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今年屬羊啊，唔愁冇桃花喎，反而係驚你太多太濫，應接不暇啊。太多啊！小心啊，知唔知道啊？好啦，七師傅嘅話，財運啊最旺盛嘅一年啊，比較豐盛嘅收穫啊，事業上咧就好忙碌，好辛苦，但係收穫係成正比嘅，有發揮機會，但係咧受到風聲影響咧，小心可能容易同人哋發生爭執，有啲摩擦，咁所以盡量咧就多做事，少說話啦。姻緣運非常之唔錯啊，單身男女可以乘勝出擊，主動接觸多啲。陌生人咁就可以揾到啲良緣啦，健康或精力旺盛，元氣比較充足，身體健康，比較少疾病。猴啊，馬騮仔會上樹啊！蘇文峰師傅話齋啊，今年咧屬猴嘅你啊，係思想學習投資年喎，尤其係上班一族咧，都要為自己不時係啦，進修下啦，珍惜下啦，咁先可以唔使俾呢個社會淘汰噶嘛。咁啊，投資方面咧，尤其係新投資咧，就比較秋冬出世嘅寒命人咧，就會係合適時機。咁春夏出世嘅平熱命人咧，就會慢慢啦，都係唔好咁多投資啦，因為咧就難有進步啊。今年嘅吉星咧就有呢個月德，咁啊一個貴人星嚟嘅，咁啊作用咧就係逢凶化吉啦。空星嚟講咧最麻煩都係呢個死符嘅啫，咁啊有好多小疾病咁樣啦，咁啊仲有呢個小耗啦，都係一啲小破財嘅啫。應使啲錢咧，即係應使得曬咧，就去擋一擋啦，咁啊會破財啦。咁同埋劫煞啊，因為朋友而呢個破財啊。咁啊，所以咧，錢銀數目上同朋友仔就要格外留神，分明啲啊，係啦，小心啲啦，如果唔係又俾人夾咗你一份噶啦，即係孤寒啲啊，今年係啊，要孤寒啲。文師傅就話今年佢運勢咧比較平穩啊，開始，咁咧亦都有好多吉星啦，增添咗好多助力啦，新一年啊，人緣運暢旺啊，可以修補啲苦年咧鬧咗交，今年就修補翻，重修舊好，冇錯冇錯，揾翻啲 X 啊嗰啲。
某種老朋友。係啦，咁同朋友同事都相處非常和洽，就算遇到困難，亦都有人會施以援手嘅，逢凶化吉。咁至於一個國印嘅吉星咧，就是、掌管權力嘅意思，都掌大權在握啊！哇，好勁！咁所以係有助，係啊，有助事業發展，打工仔都有得升遷，尤其是從事文書啊。今年好似幾旺啲從事文職嘅人，咁咧創作或者管理層咧都最有利嘅。咁亦都小耗啦，就輕微破財啦，咁啊冇乜無傷大雅嘅，有少少身體影響啦，但係都係無傷大雅嘅。屬馬騮今年真係要睇一睇李居明呢一本運程書啊，因為啊好簡單，假如你的生肖屬猴，恭喜你，今年屬猴繼續人氣急升，運氣位列十二生肖之首啊！哇，好犀利喎，一枝獨秀啊！因為命宮入邊咧，除咗有一二三四四大吉星之外咧，亦都有慈管啊、太極啊、國印、紅炎等星助陣啊，所以話你咧呢個兔年咧會係氣勢如虹，名氣地位三級跳啊！哇，好犀利喎，真係。咁唯一有咩需要注意呢？其實空星都唔算多，主要都係一啲突如其來嘅災難啦。事業財運方面啊，佢話社交又多姿多彩，又行呢個創業星啊，有機會開公司或者買樓置業喎。咁啊，前途無可限量啊！所以猴人啊，遇到兔年啊，今年係呢個夢想成真年啊。但七師傅就唔係咁認同啦。上算穩定，但受到空星影響，工作同埋感情方面時好時壞啊。係咪講緊馬騮啊？睇清楚先。係係。咁好似以為睇錯書啊？點解爭咁遠嘅咧？咁佢就話咧，財運就精彩就較強，偏財就弱啲啦。打工仔咧，尤其有固定收入咧，都算平穩嘅。生意人就較難賺大錢啊。事業上咧，容易犯相啊，要留意同平人。同人相處姻緣咧，佢就話稍弱喎。單身人咧就比較難遇到合適嘅對象。都係睇李居明開心啲。健康方面咧，今年容易有疾病，尤其係呼吸道方面嘅問題。咯咯咯咯咯啊！唉，屬雞嘅朋友啊，今年係衝太歲嘅生肖啊。咁啊，衝咧就代表動啊，咁啊代表變化。咁啊，感情啊、住屋啊、事業啊，都會有所變化嘅。咁啊，感情變化方面啊，結婚啊、分手啊、懷孕都算係變化一種啦。咁啊，單身嘅你咧，又可能因為衝太歲咧，就衝出一段新嘅感情喎。事業變化咧就兩極化啦。寒命人咧，今年如果想作新改變的話咧，時機就啱嘅。咁啊，相反夏天嘅熱命人咧，就要以守舊為佳，就唔好亂咁喐啦。咁啊，屬雞今年咧就係呢個思想學習投資年啦。咁啊，學習方面咧都係合適啦，又係要進修啦。咁啊，而呢個投資咧。就如果是買賣實物咧，就要計算得宜咧先可以進行。咁如果生意上的投資咧，就只有寒命人係適宜嘅。今年啊最慘啊，屬呢個雞啊慘在咩咧？就吉星全無啊。咁所以話咧缺乏呢個外來助力，所以所有嘢都要親力親為。屬雞嚟講啊，麻麻地喎，真係。係啊，連麥玲玲都咁講啊，凡事要親力親為啊，因為冇吉星啊，所以就要單打獨。鬥啊嘅年份啦、啊，今年，但同時亦都空星喎、啊，所以就要步步為營啦、啊。新一年咧人際關係倒退啊，容易得罪啲權貴啊，所以咧處事咧都係適宜低調啲，以免成為眾矢之的。咁佢就話咧，如果兔年有結婚啊、添丁置業、創業等嘅喜事咧，就可以相沖；未有嘅話咧。亦都可以穩中求變啊！咁咧，但係佢兔年上咧就要慎防有金錢嘅損失啊！哦，李居明師傅咯，佢都係咁講啊，就話咧今年咧屬雞啊欠吉星嚟支撐啊，咁啊意味住咧雞人啊今年咧比較孤獨啊，遇受困難啊、問題啊或者變化咧，都只能夠靠自己去解決，咁啊身邊嘅人又愛莫能助。冇吉星咧，空星啊大把喎。雞人咧成日今年可能都會走動啊，搬遷轉工換畫咧，咁啊想法極多啊。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中咧都會配受呢一個考驗同埋磨練咧。咁啊受到呢啲空星影響之下咧，今年咧付出多咧，回報啊應該唔係成正比喎。啊，但係咧未婚嘅人咧對愛情啊冇咁大期望啦。今年雞咧睇嚟兔年真係難搞啲啊！守住，係啊！切記就係要啊，退一步海闊天空啊！凡事忍一忍啊，知唔知道？咁啊，錯，阿七師傅咁講，財運諸事不順，工作事業難如意啊，甚至有失去工作嘅機會，哎呀，所以小心啲，量入為出啦。事業咧變化大，壓力倍增，又冇呢個吉星，所以情況就不太樂觀。所以記得凡事咧要多忍讓。但係咧，佢話佢。
桃花旺盛喎，咦，好似好開心喎，但其實咧好多都係桃花劫同埋霧水桃花，所以最好咧都係聽下朋友同長輩嘅意見啦。健康都唔係太理想啊，要留意啲，無論咩年紀大小，身體問題都要注意啊。有毛病就即刻睇醫生啦。係啊，狗仔啊，喔喔喔喔啊，咁啊。蘇文峰師傅話：今年咧就係太歲雙合生肖，所以你嘅人緣運咧係會比去年更加好嘅噃。咁啊，今年咧屬狗亦都係呢個財運嘅生肖啦，咁所以咧加上人緣又唔錯，咁咧就可以增加你喺爭取更佳財運時嘅機會咧就會順暢得多啦。咁但係咧財運年對於收入穩定嘅上班族咧就其實冇乜直接嘅幫助。咁啊，唯一寄望就係今年咧可以升職加人工啦，咁繼而咧。又可以寄望公司業績好咧，又可以收到意外花行咁樣，其餘嘅空星咧都冇乜大影響，都無需理會噶啦。咁所以，咦，狗都唔錯噃，睇嚟。麥玲師傅就普普通通啦講，佢話必須要加強警覺喎，因為提防呢個吉中藏兇。哦。話表面咧。流年太歲關係有好啦，咁咧有啲新合作嘅來臨啊，或者有結婚啊、添丁啊、置業啊咁樣，但亦都有咧部分人家宅咧備受衝擊啊，工作上遇到波折啦，運勢容易走向極端啊，咁咧所以咧凡事謹慎為主，不宜輕舉妄動，即係穩健保守啊。如果你投資就只可以以小博大啫，就唔好大額投資啦。有個半桃花星啦，新一年嘅人際關係咧都理想，特別係同上司同埋長輩就比較好。咁有貴人啦，所以咧事業可以有望發展得更加好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李居明師傅咧都係偏向正面，即係講呢個狗嘅運程啊。屬狗嘅人咧，咁今年遇兔啊，就係六合啊，咁啊意味住咧，即係頭先咁講啦，即係人緣特別好啊，人見人愛，特別多貴人賞識嘅，咁啊同人合作咧都分外融洽。咁所以咧，亦都桃花運暢旺啦。咁啊，而月德咧就係一個和善星嚟嘅，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屬狗嘅人咧今年心情啊分外開朗，脾氣好啲，對人好啲咧，對異性啊特別有吸引力啦。所以咧，今年狗人戀愛拍拖啊，結婚添丁咧都可以話係冇難度。所以咧，你愛情運咧都會好好嘅，你嘅事業發展咧都會比較理想咁啊，潛質優厚啊。咁啊，健康方面啊。其實咧命宮入邊咧就冇乜大型空星嘅，咁啊好消息嚟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大問題需要提防嘅。你基本上咧做好自己咧，根本就已經係和氣生財啊！七師傅都話財運非常好啊，吉星多，財源廣進，盤滿缽滿，有貴人相助，事業啦都係啦，非常之順利啦，就算有小困難咧都有貴人相助，所以咧適宜主動出擊，哇姻緣運就勁啦！今年多姿多彩啊，感情生活一定让你过得非常充实，好忙啊！人缘非常唔错，所以咧都如鱼得水啦，应酬多，但系好受欢迎。而健康方面咧，可能因为应酬咧聚餐玩乐，唔注意饮食咧，摄取过多系啦，油糖脂肪咧就好容易肥冇、啊、变肥狗啊，走样啊！但系总体嚟讲，狗都唔错。同我發現咧，其實咧行呢一個人緣同桃花運係重要啲嘅，因為只要你有人緣有桃花咧，你自然事業就會好啦。最後一集就要輪到豬鼠牛虎嘅運程啦。